那些年在爱思兔的神奇预言是最佳拍档子，准备好了就出发。我觉得要给我们队做一个综艺的话，我想做就是让大家粉丝大家投票投出，就是你最想要哪两个人出去约会一天，然后出很多很多集，就是让粉丝投票搭配那种 CP 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他们自己想去哪就是去哪，然后那种约会的那种。我就想知道那个投票是要钱的吗？当然是要钱的。我好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，把我们的歌再多唱几遍，而放作情节，传到你准备好了就出发。